走了走了，关机走了。变聪明了这边。还带个屏障，我操，真他妈稳，我操，这不带点燃打我的，害怕了上马。这正常说回你打不进带点燃随便打，还带个屏障，还他妈求个稳，牛逼。二级，他们二级自然会上来打我们的。奎因让温音打别吃是吧，大哥？奎因让温音打别吃，这逼的笑死我！这逼还是害怕，内心里边有反触。这逼，关姐真洗脸了，关姐牛逼呀、啊，关姐！擦眼睛，关姐耗子给猫当伴娘，挣钱不要命啊，关姐！我。新武器不错。眼睛擦一下，眼睛脸上抹的有能护肤品吗？半夜得重新抹。之前我们打吃鸡，打了21个小时，就打吃鸡。天哪，不困吗？不困。那打游戏谁他妈困？请了三个职业队的，然后带我，我操，乱上。三个职业队的。就退役选手，快快玩的那种。我操，那多少小时啊？下一次50-60。我在赶，我在赶。我死定了，你赶得太慢了。这两个逼不敢打了，关键杀了他。放你 A 着 ，nice nice。他有闪现的。你的辅助太强了，他应该不能打。他应该不住，我快。这奎因就害怕，害怕奎因害怕。不控人，真服了。哎，会不会直接去这里？没事，让他来，让他来，来了更好。关姐收多少钱？关姐打架。992一小时。什么？992小时。99俩小时，哦，可以啊，很良心的定价了。这奎因上把剑姬有点害，他有点害怕这剑姬奎因。其实奎因不用怕我的，他打的凶我就怂了，他越怂我越凶，知道吗？他其实凶点我会怂一点，他妈怂，他一怂我就开始凶他了。奎因害怕，而且奎因的塔比剑姬塔要好越的时候，剑姬有大。那个一跑的，我的天哪！玩游戏不能怂，你一怂对面就凶你。终结在这里。让他来。我没眼。没事，我去给，然后撤了。我这三个兵的经验死了。他走了，看见没来。他打完就跑了。属于给自己撞哪儿，你懂不懂？给自己撞哪儿？关姐太猛了，压着对面玩。而且他们太面了。关姐外号威猛先生啊，很猛。我的内心已经成长了。我操！我在文都不在文家的。傻。而现在，坏了呀！我俩杀不到人了呀，关姐。这后边那么猥琐的。往外跑。好杀。也不出来。我们都有各自的力量。奎因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让你玩上单长手欺负我短手。后、哦、不孝有三，奎因上单。男枪要出什么呀？这要出幽默之灵吗？对面都挺怂的，对面下路玩个鼠王也他妈蛮怂。冰雨得走，冰雨得走。冰女控太多了，冰女下去了，6级冰女。嗯，冰女得走，冰女的一身控制，我不下来，这打野倒不怕。我以前习惯了自言自语，现在我说话得学着，正常。冰女走了吗？走了，走了，冰女去抓公路了，去抓老公了。哎呀，我妈呀！好难玩呀，这下路！我操！圣师，你不会说。
太猥琐了，就上了。老公不是玩打野的，老公有艺术。越你可能是越你，哦，没人来吧？二遍了，没事。拿小龙。我已经受累了一辈子。他们又在付出代价。应该人家来了。打峡谷去了可能。把这波线推了吧，好吧。哎，推了我们回去。打不能力比我们要强。遮住他们的眼睛。受不了，他俩也死了。千羽在上面，千羽在上面。我没有疼到你可以了。工程。哎，塔皮能吃吃，来关姐一起吃。可以啊。你往下走了，今天要下来。走吧走吧，没状态了。今天要来了，今天要来了，今天要来了，保你走，保你走。来了。我这兵你一直帮这个打野来控运气的。遮住他们的眼睛，震撼来临。打奈里容易被针对，你没有点实力别玩，妈的。还不玩剑姬呢，还有个格挡。只要我一骑上车，黑暗就休想拦阻。闪光遗迹，来看。不行 ，W 看不见呗。看看周围有没有敌人。天气给大。剑穿心，干净利落。我反了。啊！半我没有玩诛仙，他也打不过我呀！我玩诛仙，他也打不过我。这边有中野协防我，他玩什么都没用。我是组牌的，我不是单排孤儿，我中野协防。我要在关键时刻把中野叫过来协防我一波，他玩什么都没用。我有中野协防我的。不像单排队友不理我，关键时刻乱起来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别，老板今天玩这么小时，不去一会儿不去洗一个一会儿吗？哦，都关门了。哦，关门了。那不是有那种二十四小时的？二十四小时的那种计时下班的呀？那都是正规的，那种。虽然也意味着我不能再过行我素了。一般这个点计时下班的。你去了那种单人单间的吗？就是啊，你去的难道不是单间的？哦，关姐还一问有生活，你看这问的，有生活呀你？你怎么知道单人单间了？单间呀。啊！老板去的就是他妈单人单间的。还有提箱子。我因为有那种，就是什么里面一进是吧，两个双床或者那种。也有那种不是单人单间，那种单人单间，然后外加个淋浴房的那种。啊，单人单间加淋浴房的有，有正常的，有不正常的。然后里面灯还可暗，我主要之前查那个什么查岗，然后查到过。查到你？关键以前是被查到吗？你傻逼吧！我查岗查到过，然后就。查什么岗？哦哦，我以为你被查到了。那个门那里都会留个小灯，那个灯如果暗了的话，就是有检查的过来。吴昕也是你好兄弟啊，对，是我兄弟。就是那个房间里面，他那个房门那里会留一个小灯。哦。那个灯不会关掉。有检查的，有警察来的，夹子来的话可以。哎，你懂。怎么疯了吧你？你在广州待了这么多年。哎我操！啊操！哎呦！哎这波，海西也送那个，哎无所谓。哎这波怎么会有这种失误呢？这个失误不应该。能打我吗，哥两个？操这要真哎，这是一个这很正常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屋子有失误的时候。这他妈对车头是谁呀、啊？这队他妈也能他妈排，也他妈不解散这车队。他又有大呀！我还不能休息，知道把那些幽魂驱逐干净。
闻了一闻，闻上那么一闻，能打打我吗？日女，我的天哪，你动动手吧。对，你打我呀！算了，还他妈真团结。哎呀，我操！我真他妈无语了。他们好像打野，打野还蛮猛。没想到我还挺喜欢这群新成伴的。他打野猛，他来抓我呀！那天组排带了三个妹子。那天组排，其实那天组排虽然输的多，但也就第一把应该输，后边都应该赢的，其实。还是配合的不太好。今天组排第一把不赢，不好赢，后两把应该赢的。外表变了，还不好打。哎，我牙刷那把换线换了。那天带两妹子，我跟老板都是优势。这把这今天带俩水友，水友蛮猛，支援蛮快的。游戏都有输赢，很正常，没有说全胜。还不动手，他们还不动手，我操！还在这边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手。我只打的只能1800块钱，还不是玩人吗？这千玉玩的也不怎么样，主要是千玉没什么操作空间，千玉出个三轮车的千玉。这把直接出暴击吧，这换着跟他玩吧。这把出个暴击有无尽。邪恶在滋长。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一直怂着，把线吃了吧，把线吃了，把线吃了，不然上线我俩得开电影。好了吗，李唐中？终于给他们给越了，这也太怂了。对面全靠中野，中野被咱们牵制了，他们没什么办法。讨伐强大的邪恶力量，当然要算我一个。他们应该把 V 跟他猫都给办了，我插个眼，把 Samurai 办了，他们会好打一点。他选一队，这边选 Samurai， 一队没法玩。咱们俩就是一队的亲爹。咱们俩可以把一队的一秒钟内所有技能全挡。LG 这变态还没睡呢， LG， 你还用开关？我一看就得用开关。一看就是小基佬，你我还是在猎杀怪物，但现在他这个大招好瘦呀，我在里面转杀不死。对，我想还有眼，还给他，还裸叶风，我操，特别进化邪恶。过夜之风刃，哟，是吧？我上线还是很稳。哎呀，比卡达马西亚，有外援吧？哦，他这个不控人的他。等一秒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躲一下大家。
没打到。上路没人，没人都在上路，没人。第三队在上路，没人，没有人。又垮了，哎呀，真无语啊！走了。他选 EZ 为什么不选个奶妈呀？物理不打呀？战斗还未结束呢，配合的不行。幽魂鬼怪我习惯了，至于蒙月，还有其他哨兵在场吗？很好，我可以玩玩。哦，他跟我下兵，我也去看一下，他跟我下。你在上面看到了什么？抓住他们的眼睛！啊，他又开大！啊，完了！没事，打完了。他怎么大招又好了？我觉得他给个大招了。从圣灵变成圣石，但却这种变好。这一堆进化没有。没大的，现在不干。看来这源头人人都在关。有红的。来了。物有文发完了。世上又少了一只怪。对面下路还真的幽默呀。这曙光太幽默了，曙光。点了，给你们点了。太好烦了，这把。